新赛季的战士肯定是没以前厉害了，就是分离者科学好像都没了，对吧？就是有装备代替，但是也没以前厉害了。新赛季的战士应该要拉了。谢谢莉莉舞的这么多情书，谢谢。鞋子不买啊，不着急感谢啊，买鞋子没有拍这两个眼瞎呀，哥们，不买鞋了，没事。在没有亏兵的情况下，不用买鞋，挨点前面第一波，我们也不好游走，有鞋没鞋没啥区别。哎，我操，这个风盾刷的我裂了呀，主要我拦不够，完蛋了。哎，啥意思啊，亚索怎么死的，翻塔了吗？操，再买个小黄猪好了，我好起来了，各位好起来了，这什么情况啊，翻塔了。An enemy has been slain. 我怎么走着走着攒钱了？我身上加钱了，突然。他这个致命节奏，哦，训练步伐，他带的公主鞋攻速很快，他没带致命节奏，我感觉。我先溜。虽然这个训练不发语气好，但是比起致命节奏还是弱呀，致命节奏起来真的比 QW 小兵了，我的妈呀，这操作拉开，嗯哼，来来来，开眼啊，不一没好吗？我点了好像在 CD 吧，哎呀，我有点想反杀，主要是烦。我第一波失误了，我 QW 怎么 QW 小兵了？原来非得杀他的呀，失误了。
嗯，无畏了。好，我们还被反杀了。挺聪明，不让我走位，给他一 Q 再踢飞我。很聪明的亚索。没关系的，这把逆风局但对面拆到队，你知道吧，打到后面咳咳打到后面他们会很乏力的，帅不帅，兄弟们？哇操，哥们能，还行。我尽力了啊，我这波一个头都没有，真的。我但凡拿个头，还能出个卢登，好像杀对面 AD 的话，拖很久了。我靠！亚索吃爽吗？怎么说？哎，亚索是我五层啊，还是两层啊？是不是老五层吧？应该是之前被推了一层。打野肯定会上去的，很难办啊。我下面这个位置 ，nice， 起飞。往前面移一点，这样就不怕劫持这个闪现去拉开我们这个E的范围，知道吧？走呗，依然是无解。盖塔大王是吧你？
这曲子真嘴是真硬，真的，各位，啊！剑魔都一杠七了，还在那嘴硬啊？行，真别这样。大方的承认没什么不好的，其实还更洒脱一点。这是有没有 TP 呢？黑色玫瑰的、啊。杰斯这波会来，但是会来我做好准备了呀。开始挂点蓝，他死了。带球。可以。没人来啊。开影，开影应该是不在的，不然我丢了。还在带德莱文，给我面子了，直接。我 W 进入 CD 了。坏，不该开 W 的呀！我 W 我不然能这里秒德莱文，你们知道吗？烦，我也急了。一模刀，哎，反正被他吹起来必死，不能被他吹起来，吹起来我活不了。你打得小心一点。
没人过来吗？人过来就得拆。沙漏已经好了，再去还一下。得了，我三点头啊，注意一点。我准备好了。进入午餐喽！哎，听说你很弱，亚索也在的。慢慢来，推他一下，一起来踩他一下。开沙漏怎么说？说一下，急不急？大一魔刀完全没用。嗯，把操作拉满。完美。这样吧，亚索不买生化装吗？请问？开不动兄弟，你去，你直接回吧，推得很慢。加冕了，我操！这个啥打野？那个把这个辅助，一个推带走。哥们，这边他妈拉扯知道吧？现在全球我们只得开一个沙漏，他们没办法的。随便打。随便打，我这不回家圈的事情直接。然后其实我们可以带上，因为上到这个炮的线很难带，这个超级兵线队友们不好带，我来带就可以了。算了，我再说吧，我得去查。中塔推的也很快的。
全盛时期，直接中路逼过去，无敌的，对面应该守不住。今天是最后的炉灯了，今天啊，过了今晚炉灯就没了，但是还有他的伙伴，伙伴的伙伴。盖住回头位于啊，打一个出其不意，给挨他一下，救一下，挨一下，一起来一个财，但我没用，挨一下直接死了，烫死，咱们去带头 ，OK。李博，这把好像没什么进展镜头呀。就上了一波杰斯，没了，直接锁头，大鲨鱼德莱文，请你吃个晚餐怎么样？出来一个，出来一个。是啥？